他绑的速度很快，来注意看 Emma 老师哦，勾住四条，勾住四条，压下去，没关系，待会可以让大家再看一次，压住，压住以后就压着就好了。接下来做一件事，这个转圈圈，用这个转圈圈，很轻松，对，转两圈，对。转两圈就好了，可不可以转到它断掉？太多了，好，转两圈就可以。好，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铁丝就把它压在下面，不要让人家受伤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那第二个怎么绑？一样。第三个怎么绑？那请问一下，绑开开的吗？那这里就漏水了，所以我们要靠近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然后妈妈、爸爸跟妈妈，你们在弄铁丝，可以再。翻那个铁丝的时候，可以翻过同样这一把，可以稍微勾到它没关系，然后再一起绑，那他们就会粘在一起。对，鸭子，你看我们的扫把，但是它不是扫把，这是我们的屋顶。这样，好注意哦，因为要粘在上去，然后好聪明，好注意，困难的来了，我们要做这样子，这样子一把，这样子一把，还是一只哦，我们要做36。酷，加油！所以把它再分组。Emma 老师有六只老鼠，有六只老鼠尾巴。那我们可以在那边的地上做。小朋友可以绑，但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试着自己抓一把一把。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抓20把之后，就可以来开始帮忙绑，因为你已经做完你的工作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两个小朋友40把。对，两个小朋友40把。不，36把是可以。Emma 老师说啊，现在要打节点啊，要有刚好是十字的地方才能够绑，然后出来要三分之一。所以就预留三分之一。重点是刚刚的，你压过去的那一只都要在你旋转的上方，跟所有的绳子都一样，都是在上方，然后旋转就是在旋转的那个脊柱就会在下方，对，是用这样的方式压住这所有的飞船，这样它就会紧，然后它会越来越紧，你越旋转越紧，可是紧到后来它会断掉。